不行，不要勉强啊！看到了，吃饭。没事，我就是有点抽筋了，正好我热。哎，小心头。行吗？ 去医院？没事儿。去医院？真没事儿。哎，真没事儿。我没那么娇气。就是，你看，大家都得经历这一番嘛。我爸、我姑、我三叔，大家都经历过这个。毕竟手艺嘛，就是需要练习。那练习就是要形成肌肉记忆。 这个我都不行了，我以后还能干什么？是不是？需要练习嘛。好饿，好饿。嗯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爸爸、我三叔，虽然他们都是化工，但是他们在 拉坯修坯上面可是高手，你就看着那么一个小泥坯在他们的手里面，变得熬如蝉翼，真的可厉害了，出神入化。所以我也想要有一双那样的手。当然要练习了。你就别扯了，刚刚我在那边都看到了，劳损就是要多休息。嗯，嗯，所有那些运动员，跑步的，他很久没跑了。 那难免会有一些用力过猛啊什么的，就会有肌肉酸痛啊，有点小拉伤什么的。那缓一缓，稍微拉伸一下，很快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是个半路出家的，那我不练习还能怎么办呀？这点苦都吃不了，我以后还能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扛一扛就过去了，没事。喂。
那你不放心的话，你在这陪着我，看着我。万一我有一点不对劲什么的，你就送上你的关心、爱心。你头不痛啊？嗯，一直咬着腮帮子，太阳穴不痛吗？照这儿吧，不自觉的就咬起来了。我发现很累，是很厉害的。我发狠了。你一直看着我，不无聊吗？不看你才无聊。麻烦让一让，借过借过借过。我觉得呀，以后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提案，让民间资本参与进来，还是很有好处的嘛。他们确实比我们更懂宣传推广的事儿。我们我几个老头子，谁能想到几千年传下来的拜师学徒的老规矩，也能做成吸引游客参观体验的热门事？情况，采访的时候都安排好了，人呢？不知道。快点！哎，小满呢？他一定有事，应该一会儿就到了。哎，之后你们协会啊，可以多做一些提案啊，只要对行业有利，对本地发展有利，大可以多联合一些部门。哎，那个科研还给我提了一个游学夏令营，让青少年提早体验这次文化，这对他们未来的规划和职业选择也是有利的。小马，快站那儿，爸爸，这拿着什么东西啊？爸，害怕了，不敢来了。我紧张，我看不了这个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缓解就有疼痛和炎症。小满没有童子功，全靠这段时间的恶补，估计是受不了。这拿的是冰啊。嗯。这本来就发挥不好，采访尽捣乱。哎，千万别闹事，我去煮碗饭，过来。不是找事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李总编，哎，来，接不说了。是这样，
我们之前给小满作为专题放出以后呢，效果也非常好，所以我们决定啊，今天啊，我们来一个更深度的一个报道。而且小满今天，哎，我们要采访，在这里拍，拍吧拍吧。要着陈小兰的手，什么情况？陈小兰的手还是不利索呀。你看看陈总，他挺努力的。他努不努力的不重要，有他妈的。老陈，小满不要紧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两位陈大师，今天现场这个情况怎么看啊？什么怎么看呀？看热闹的人够多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陈老师，姐。没那么看的，走吧，太晒了，走吧。怎么样，老陈？这批孩子都还不错吧？嗯，都不错。哎呀，老段，哎，陈勋桐分数怎么这么高？是，不瞒你说，这勋桐啊，确实是块作词的材料。他做的比其他都好。这孩子们其实水平都差不太多。这勋桐他得好啊。准备下一轮吧。我应该进不了下一轮。放弃了。那你别在这晒着了，回去吧，走吧。手实在难受啊。你可以打一下封闭，打了以后能好受很多。好，谢谢。在这说什么？手不舒服。关心关心。你手今天不要再动了，刚才我挂好号了，一会儿直接去医院，知道吗？我没事。你肿成这样没事。小薇，四叔，你手受伤了为什么不说呢？
我不想错过开机。错过就说明没有缘分嘛，强求会有什么好结果？手艺人，手艺人，尤其是我们瓷器这个行业，手在前，艺在后，凡事都有个度，量力而行啊。三叔，我明白，我想清楚了，就算我没有通过，我也不会放弃的。这件事情是我一直想做下去的事情，这次就算是一个必经的考验吧，我可以的。真的可以。我通过了，我通过了。小心，小心。来，三叔。姐啊，小心，小心，哎，小心，哎。哎呀，瞧把咱佟少给累的，来，赶紧喝一口，哎，好好放松一点。就是，佟少，怎么今儿看着不开心啊？啊？咱这窑厂这一个月可不是白待的啊，咱这厨师轻轻松松咱就拿捏了，这小包咱们给它摘下来了，压得多沉呢啊。真不是我吹牛啊，我感觉我跟开了挂似的，现在拉坯对我来说那就是小意思。开什么挂呀，我告诉你了，这叫天赋，陈勋彤的天赋。哎，低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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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呀，怎么着现在肯定有把握能赢过陈老板了吧？我赢我姐干啥，我跟他共赢不也行？共赢啊，我的弟弟哦，哪有共赢这么一说呀、啊、而且话说回来，这陈老板未必能想跟你共赢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呀、啊，哥哥们不是为你着想吗？你这没看出来吗？这陈小满手都动不了了，还硬要往前冲。这嘴上说的是不想错过开进，像我们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他这是根本不想错过能当继承人的这么一个机会。我们俩是怕你吃亏。你想多了，他就一根筋。要我说你天真了吧？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们俩跟柯岩还有陈小满以前可是一个公司的。就陈小满这么多年能在科研手底下干下去，他可真不是一般人。不是，你讲阴阳怪气什么？我姐惹你了？他今天能坚持下来，说明他是值得尊敬的对手。你在这话里话外的，到底真的得是我姐，还是我陈彤不行啊？不行！哎哎哎哎，怎么谁不行？我不行！行啊，你说这高高兴兴喝点酒，怎么还生气呢？太急了，来，说玩笑。我说错了，说错了，来来来，来喝酒喝酒啊！咱们陈家人啊，就没有不行的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哎，而且这不还有徐总了吗？对呀、啊，这徐总啊，肯定老早就帮你安排好了。啊，就是，喝酒，来，不喝了，回家。哎，这是送什么东西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愣头青以后我可伺候不起。哄孩子呢，我还给自己哄成性了。什么东西吓走了。哎呀，老陈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了。今天开机怎么样啊？啊，都好都好。哎呀，都好。彤彤已经复试了，你不担心啊？我才不担心彤彤呢，我听老邓都说了，彤彤今天拉皮拉的可好了，他都想收彤彤做徒弟了。是吧？嗯，正好老邓也是这个非遗传承人，嗯，那干脆让彤彤跟着老邓学吧，既练了力气学手艺，还能够磨磨他那个性子。
彤彤说了，就想跟自己的爸爸学。怎么还把儿子往外推呢？你既然想让彤彤跟我学，怎么又去跟老邓通气了？通气就通了，怎么样？你说你在玉阳谁不摆你陈化峰的几分面子啊？再说了，儿子努力了上进了，我高兴，你不高兴啊？高兴啊。再来点。我当然高兴。爸回来了。正好我有事想跟你们说。你说。我今天拉完批我挺高兴的，我看着我自己做出来那些东西跟别人摆在一块儿，我觉得我没差多少。我靠我自己交上这份答卷，但是有人说我陈一彤在作弊。谁这么说的？胡说八道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。儿子，你努力了，咱们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，听见没有？彤彤啊，嗯，你做的东西我看了，确实做的不错呀。你看看，爸爸都说你做的不错了。哦，儿子，我其实就是想说，不管是我赢还是我姐赢，只要咱们陈家赢就可以了。我上去休息。那儿子这话真是说到我心里了，只要我们陈家赢就可以了。你想跟我说什么？妹妹，这疾风呢，是我们两个这么些年一路打拼支撑起来的。这份产业本来就有你，也有彤彤和瑶瑶的一份。那无论我这一回收不收彤彤当徒弟，这都是不会改变的。你呀，心思别太重。你让天天公司里面忙，回来了还忙家里的事情，太辛苦了。该放松的时候要放松。今天我们不在家吃饭，我们出去吃，吃完饭我带你去散步去啊。这走路嘛，当然要穿平跟鞋。你的高跟鞋好看是好看，可是穿着受罪呀。哎，先把鞋脱了。是你给我买的呀？先穿上试试吧，来。好，这边。这脚后跟这里要能够放进一个手指这样的一个松紧度，走路是最舒服的。哦，正好一个手指。好了。哎，请起来走两步试试。哎呀，蛮舒服的呀。好，走，我们出去吃饭去。就在附近十八桥，那儿有家老屋饭店。陈总，陈金老师，好了，辛苦了啊。哎，李健。小姨，找小满吗？他一早被柯先生接走了，你直接给他打电话吧。好，那我买菜去了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你好呗。这几天别太勉强了，你的手需要休息。你们俩刚才比赛的怎么样啊？没信心呢，也不知道考第几。你俩都没信心，那我肯定更没希望了。小满，
愣在这儿啊？我刚交完体报表。你也参加开庭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刚才就在里面呢。我跟小诸葛他们在一块儿，你都没有看见我们。真没看见。不过你最近看不见我们也正常，你现在不管走到哪儿，身边都这么多人，我都没有机会和你说话了。我刚才看到你的提报表了，时间这么紧张，大家都只做花鸟，你居然要做粉子，这也太牛了。不知道能做成什么样，反正挑战一下呗。你肯定没问题。你等会回家吗？要不我们一起吃饭去。行啊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，走。啊，算了，大忙人，我就不和你们俩一起吃饭了。于建哥，人我交给你了啊。哦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手怎么样？没事，好多了。你找你，来换个地方说。哇，画的真好哎！给你了，三叔出的命题不是《春和景明》吗？用这个呗。那不行。可时间来不及了，你要做粉彩的话，得烧两轮。出去烧的时间只剩三天了，根本来不及啊。那我三天不睡觉，就比别人多出了一倍的时间。那不是。三天变六天，你怎么想的？嗯。那帮你一起画。真不用。大家不是都说吗？作词是一件寂寞又辛苦的事情。如果连开镜我都不能一个人坚持下来，那就算我侥幸当了三叔的徒弟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以后怎么办呢？你一直帮我画吗？是不是？好吧。这样吧，等开镜结束呢，我拿我那一只跟你这一只比一比。敢不敢？行，我服了你。要收奖了。嗯，你跟柯岩好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看他眼神不一样，很明显。走吧，吃饭去。走。偷东西！你家大人呢？不说，不说，我送你去派出所。派出所？你别送我去派出所，我怕都快饿死了。我们不是坏人。你爸呢？爸，他终于有了！哎呦，我啊！
啊，赶紧过来，来来来来来，躺下躺下躺下啊啊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我听你儿子说，你也是位把庄师傅啊？啊，这腿是怎么弄的呀？伤得这么严重？没事，不想说就不说啊。你呀、啊，就在我们这儿好好的养伤，等把腿给养好了，你就自便啊。爸，陈叔叔是好人，他们一家人都是好人，这些天都是陈叔叔和云姑姑在照顾你，而且他们家又是做瓷的，爸，我们留下来吧。大哥，我先说声谢谢。哎呦，不用不用、嗯、我儿子他妈妈走得早，我一个人拉着他也挺难的。后来窑里有个兄弟说，用他旧的东西能赚大钱，我就答应了。没想到出了鸡蛋还真是赚了钱，这胆子也就越来越大。前段时间我就修你卖了一件东西，被发现了，这早说完了不依不饶的。我看他手有老下有小的，我就把这个事给担下了。没想到这帮人冲到我们家里，就把我弄成这副德行。陈大哥，你救了我一命，我感恩戴德。明天早起我就带着儿子离开。你把庄多少年了？哦，师父从小连喊带骂的，到现在有十八年了，那也是位老师傅了，还当不上。你能实话实说、啊，说明你啊本质不坏。我提个建议，要是你愿意，就留在我的窑口，继续把庄，这样你儿子也不用跟着你东奔西跑，你看怎么样？张大哥，哦，谢谢。呦呦，哎，来，坐坐坐。快点，快点，妇女爸躺下，妇女爸躺下，来坐，来来来，躺下，躺下，躺下。哎呀，你这身手还是不错呀、啊。但是咱们说个规矩啊，你那不叫做旧，是造假。在我窑口，你要是再这么干，我坚决不会留你。师傅，请喝茶。好，哥，你别说，雨健这孩子和你还挺像，难怪你那么喜欢他。雨健，你可是你师傅的开门大弟子，一定要好好学。是的，以后可得好好听师傅的话啊。知道了啊。但是如果师傅说的话没有道理，是错的，我也会直言不讳，替师傅指出错误，希望师傅不要介意。老周，孩子挺有个性的，好啊。小满，以后啊，雨健就是你亲哥哥了，知道吗？是的，雨健以后就是咱家的人了。行，小哥哥。嗯，哥哥好。妹妹好。我们现在拉皮的方式啊，很多都机械化了。但是像秦师傅这样的手艺，这样的最原始的做法，我们还是要保留下来，并且传承下去。听过模范这个词吗？
辛苦了。起源就是这里。师傅，哎，你先。你看屋里做的亭子。哦，我看看。师傅。哎。这是我自己做的粉彩小瓶子。嗯。这是胡老板给的定金600块，后天交货了还有600块。雨健啊。哎。咱们做瓷的呀，不能着急，特别是咱们做仿古瓷的。你现在就想拿这对瓶子出去挣钱，火候还不到啊。有人愿意出钱，就说明我做的东西有价值。嗯，这话说的没错。但是这对瓶子呀、是你在学艺路上的习作，你不能卖，你得留着。这样啊，你将来做出来的作品跟它一对比，你才能看到自己一点点的变化，是不是需要修正啊、改进啊？再说了，于健。我跟你爸管你吃管你喝的，你到工厂去帮忙还有工钱，挣钱你着什么急啊？啊，不是我着急，胡老板说我这些拿到大城市去能卖更多钱，他认可我，为什么您不能认可我呢？我没有不认可你啊，雨倩，我告诉你啊，好好学艺，别老想着挣钱，特别是胡老板这种人，我不许你接触。我都学了3年了，镇上的同辈就没有做的比我好的，他们都可以卖钱了，为什么我不能？因为你是我的徒弟。我告诉你，胡老板那些人啊，他们专门挑像你这个岁数的人，有基础又好骗，特别是像你这样拜过师门的人，他可以拿你出去跟别人讲故事，然后让你啊离开玉窑到他的工厂去做，什么挣钱你花什么，客户要什么让你画什么。我说实话，如果你只想着挣钱，我不拦着你，你可以走，但是你要想在我这儿学艺，想拿他去挣钱，坚决不可以。那为什么学艺？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现在有钱就现在赚，为什么你们说的道理才是道理？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。因为我是你师父，现在还不是你给我讲道理的时候，我说什么你听什么，我说不许卖就不许卖。把钱拿走。听您的，这个不卖，但以后不想再听这些道理了。谢谢您，雨倩。你想干什么？谢谢您，陈大师。我想出去闯闯，我觉得按我自己的想法来，我也能成。啊！
爸，我知道错了，爸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郑南秋。住口！坐，你不是要离家出走吗？你走啊，滚！爸，我真是错了。你哪错了？你怎么错了？你怎么错了？你怎么错了？爸爸，我现在恨不得走那个人是我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千人老村民，现在我们两辈子也还不起，两辈子也还不起。爸，走，你不是有能力吗？苏玉剑，你走。陈华锦，没有你这个徒弟，我也没有你这个儿子，你走啊！走，再也别回来了。不可以委屈，当我在这里每一件事情顺心，我该何从又该何去？当我再一次梦到你们身影，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像从前般哭泣，学会控制了情绪，又懂得一个人在这世界里面对狂风骤雨。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，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，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，连空气都想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。我愿意在这里从惊喜，把你们的一点一滴揉进这蓝色里，这是你们存在过的痕迹，也是你们留给我的惊喜。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，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，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，连空气都想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。